为抱得美人归。老家在哪儿？黑龙江哪儿？双鸭山。那咋从哈尔滨过来的呢？요즘중국에서는황혼이혼이아닌황혼재혼이유행입니다50세이상의남녀가업체는물론이고신문광고와방송프로그램등을통해적극적으로짝을찾아나서고있다고하는데요오늘주인공은스스로를산무족이라고밝힌58세의어머님과짝을찾기위해서라면중국어디든갈수있다고말하는63세의아버님인데요두분의격돌초장부터만만치가않습니다영상으로만나보시죠没有老板，没有什么存款，没有房子，有个六七万块钱的外债。这个外债呢，我不想让儿子还。跟任何人在一起呢，我呢希望他把这个外债能给我还。少废话，跟这人说少废话。要彩礼的一律都不行啊！对，滚蛋。五十八岁贪财大妈来相亲，张口就要七万彩礼，惹得大爷当场暴怒，更是气得爆粗口。大爷一心为红颜，红颜只为兜里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真情真难找。精神大妈气质在，到哪都是势力派。出门在外，你掏车费。吃饭结账我往后退小宝贝呀、啊、你最美早点睡多喝水想要钱请闭嘴大妈长得像成了精的申公豹大爷是只要提钱咱就别闹世界上最难解的题一个只想找免费保姆一个只为多搞人民币小倩姐说不疲惫给个关注您受累视频制作不易支持下小妹希望完播能翻倍相亲主角周丽娟58岁目前没有劳保也没固定住房老伴因病离世多年别看咱大妈体质瘦身高却有1.6米现在有顾客吗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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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没有顾客你这体型也太好了还行吧又高又瘦的104斤好瘦啊营养不良穿着高跟鞋就1.66米女人要想混得好头发必须往后倒咱这大妈的面相跟上期男嘉宾苍中神很像赶脚俩人极度般配像现实版的雷公电母大妈虽然人比较瘦但按摩起来有节奏你像那就什么局部按摩啥的你就是按肩颈能有劲吗你这么瘦反正还行吧房子是租的这个是租的一年10,000块钱现在顾客咋样人多不现在一天3-4个4-5个人20-30块钱一天啊对那也还行还可以吧、啊、多了呢我自己也做不过来、啊、先擦鼻涕后抹泪大妈工作不嫌累大妈要求并不高身高体重要达标素质品德最重要对象要在长春找首先一点是有劳保首先一点我没有劳保啊就是品质好这个是最主要的干净利索没有太大的不良嗜好这偶尔抽个烟喝个酒打个小麻将啥的这都不算不良嗜好不要什么酗酒一喝就得喝迷瞪的这样的不行喝大酒哎喝大酒的不行好是在长春就是范围之内的如果他呢就是外地的呢他要是能来长春呢是最好根据大妈要求给安排了一位池宝祥63岁退休金一个月3100元自有独立住房大叔是唯一一位把相亲当成事业的全国各地来回奔只为抱得美人归老家在哪儿黑龙江哪儿双鸭山那咋从哈尔滨过来的呢明天去录像我去录像录啥像就是相亲相爱相亲相爱是黑龙江的那个相亲节目是吧对对对啊也报名那个了然后也报名我们节目了自己写的前方照片啊这是我写的这是去年写的往哪儿写呀奔日报要车门及报纸啊你通过这么多平台呢对啊私人现在都不可靠你介绍所也骗人为啥有俩节目都爆吗那不是概率高一点吗寻龙分金看缠山哪里有对象往哪钻先穿袜子后提裤从此走上相亲路只要对象追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哪里有相亲节目哪里就有大爷的身影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始终坚守在相亲的岗位为啥这么着急呀、啊、现在能动啊不能动咋整啊给你倒水啊给你做饭啊当然有病谁给你打120啊谁给你收尸啊只要是55到60、61、62岁不要太高个子叫瘦一点能超过105我是全国包邮啊我可以去他家住他可以来我家住全国都可以哎对天若有情天亦老大爷只求余生好身高长相无所谓体格必须精瘦型的多一斤则肥的难入味少一斤则瘦的骨头脆大爷为寻女神归全国包邮任你追俩人刚见第一面大爷就瞅着大妈身材好大妈则表示大爷有点老更直言自己是啥啥没有老家只有几亩地但大爷也别惦记大爷一心美人找女方经济从不飘你好你好你好
强，身材很好，挺老，长得挺着急。那你这退休了吧？这老板一个月多少钱呢？不高，3100多。无论跟谁生活在一起吧，地方呢，首先一点得接受我们有劳保啊，也没有什么存款。农村有地以后呢，就是房子地占了呢，主要是给孩子，因为我这就一个儿子嘛，一个孙子。意思是说，记一下，我记不住，我脑子记不住，一个我能记住，那你是好多。其实那没事儿，记住呢，我们有劳保，没有存款啊，不怕，哎，没有房子，那都不是问题。大爷笔记里记录的东西，小倩猜想肯定是没房、没劳保、没存款。人时尚有欠款，大爷在选妃的道路上也是每天日理万机，记不住也属于正常。大妈的情况和自身条件，大爷现在是都能接受。然后大妈一看这人挺好说话，于是就顺单往上爬。来这边生活行不行啊？这边生活你家有房子吗？我没有房子，这边要买房子吧，也挺便宜的，就是像买个两室一厅的房子，20万左右，10多万块钱，20万块钱基本上就能买个房子。农村我不怕，农村我养你啊，对不对？我3000块钱不够养你啊。农村户口不可怕，最可怕要求条件太高，不可能接受不了。嗯，对。刚才全国包邮吗？对呀、啊，那钱不能都花到那上，那要花到将来你有大病的时候，你老的时候需要人的时候，需要找保姆的时候。嗯。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若问兜里多少宝，得从他人那来寻找。大妈时尚气质好，一心只图大爷低保。10万20万张口就来，这可不是欢乐豆，谁也别拿谁当傻子。我可以笑着给你一个台阶下，也可以反手给你一个大嘴巴。关公踏马战长虹，自古人穷志不穷。就说让在这边买房子呢，只是我顺带问的，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也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要彩礼吗？彩礼是这样，前夫那个因为他是食道癌去世的，有个6-7万块钱的外债，这个外债呢，我不想让儿子还。如果不跟任何人在一起呢，我呢希望他把这个外债能给我还了。这个恕我直言啊，这不太好办，会有人直爽，有啥说啥，别耽误人家事儿。他也别耽误我事儿、行，明白吧？那你我知道了啊，这他这是，就我这种状况呢，他办不了。跟你说，那199个都不成，少废话，跟这人说少废话，不要彩礼，咱俩继续谈。要彩礼，要彩礼的一律都不行啊！对，滚蛋，你都不是真正找人过日子。姐只不过是个局，而你却入了迷。社会就是一场戏，玩的全是人民币。劝君更尽一杯酒，你要钱我就走。6-7万外债。大妈你一个月6-7千的工资，一年不就还上了，何必低头乞食，打铁还需自身硬，人间正道是沧桑。大爷说话也别嚣张，爆粗口也有失大雅。아무래도처음부터엇갈릴수밖에없는인연이아니었나싶습니다우리에게는저렇게조건부터늘어놓는중국의소개팅문화가이상하게느껴지지만중국에서는실제로아무렇지않게여겨진다고하는데요땅이워낙넓고사람이많다보니속고속이는사람들이너무많아조건부터제시한후합의할경우만남을이어간다고하죠각나라마다문화는다르기마련이지만저렇게해도괜찮을까싶을정도인데요오늘영상도재밌으셨다면좋아요버튼눌러주세요항상함께해주시는시청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